先看一下名单嘛，我先看一下他们的地方，觉得怎么样？就是我看的状况来看，施政行程再怎么忙，下午立刻变身党主席柯文哲到民众党党部亲自面试不分区海选入围者当考官。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台北市政府过去的话，就圈差三角形嘛，九个几个评审委员，你觉得好的打圈，那没意见打三角形嘛，啊，觉得不适当打叉，啊，然后分数出来以后再排序一遍。 人人有机会，各个每把握，一共43名入围者，分3阶段面试，清一色都是政治素人，其实蛮有信心的啦。真的超有信心，民众党这一次面试名单有社福界，还有曾在与会工作的，得仔细挑，没办法，因为劲敌之一的时代力量来势汹汹。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休息平日在立院的战神形象，黄国昌先出击，主动和民众打招呼，为了居住正义上街头，姿态放超低。但一听柯文哲近来多次批实力战略错误，能够坚持公平正义，愿意直接挑战大财团跟大建商，我想时代力量在这方面的表现，要远远比国内目前任何的政党表现的都来得好。 黄国昌炮火猛烈，一口气扫到蓝绿白色力量。毕竟不管是谁力拼国会席次，赢家只能有一个。TVB 的新闻李国政、江明翰、李祖恒、SNG 小组台北报道。